你们先退下去，这儿由我做主。林大师，招待李鱼精，张真不过是一个俗子，你已修炼千年，为何要动凡心？菩萨，水浮千年修炼成，见不惯心善哉，李鱼精，小妖在。你愿意大饮还是小饮？求菩萨指点。大饮，拔去金鳞三片，打落千年道行，凡间受苦。小饮呢？小饮，抛却红尘，随我南海修炼，500年后得道登仙。菩萨，小妖愿意。娘子，你。菩萨，小妖愿意。大饮。哦，你愿意大饮？菩萨成全。娘子，娘子拔下三片鳞。先帝愿随
哉善哉。娘子，娘子，娘子。天师发旨，龙女，这有金陵三片，天师那儿由我担待。遵发旨。娘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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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样？啊，中了。娘子，你受苦了。长老，我们是不是在梦中？不，不是的，菩萨已经将你化为凡人了。长老啊，从今以后我们什么都不怕了。哎，哦，娘子，我们该谢谢菩萨。